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拳皇九八赛零几版时光解说。这一次依然是由八神月对战 BZ， 双方还是三大超强主力大门进行开路。来看对手 King 能不能建筑太糟，空中一个 CD 直接连住落地级勾起来，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，大门首先要被打上一套才能得到他最后的爆发。哦，感觉这八神月的套路现在已经像成龙一样了，开场首先被挨揍，首先就是先挨揍五十四连。来看大门快手首先跳跌幅攻，挨过一波揍之后感觉他要爆发了吧，来看他到底能不能爆发。CD 哎，前跑一个天地反强制吸住，下一笔特朗普接摔，接摔到六连，然后近身想抓，但是对手一个精影玫瑰还是冲了出来，因为是距离过远呀。来看大门能不能再次觉醒，一脚踢开 King 把他再次一把抓住，然后 CD 一下重拳，哎，后撤下跳中腿，大门再次空中跳地接上，快速闪身近身，哎，对手再次给他一个抓，大门就这样再次被打服了。下面继续来看下一局，第二局看八神月的陈国汉出场。哎，陈国汉后King现在又直接发动暴气，连续的出波紧贴制，对手滑步也没有偷到King继续出波。哎，King现在向前一波压，向前一波推 ，CD 后撤，再次 CD， 但是还是很是不慎呢，再次被陈国汉一把逮住，小脚以先铁球砸起来，空中一个 CD， 接上一个铁球大暴走，相当刺激。来看铁球大暴走之后，又一个铁球大暴走两次，哎，咕噜铁球再砸，空中 CD 将他直接撂倒啊。下面继续进行到下一局的这个比拼，第三局。第三局看 BJ 的这个克里斯出场。哎，克里斯 CD 铁球没有连到，克里斯也是直接暴气，想给他来一个爽的。铁球来一个铁球大暴走，结果被八神月反杀了一把。哎，重拳摸奖 CD 一把盯住，空中在板边，这一次还是有戏，落地给他一个铁球大暴走，让他无力还手。哎，十四连之后，对手受伤，但是又被砸了一锤，又被套路了。现在杀到 BJ 最后一个莉安娜，这个莉安娜才是八神月的一大挑战对象。来看这一次能否挑战成功。哎，莉安娜前冲轻腿没有接住，一脚的踢没有连上。哎呀，一脚踢开半月斩，六连之后下巴轻腿再次接摔，接摔的板面下巴轻腿守到半月斩，对手哎 CD 进攻后撤快速闪身，但是还是被莉安娜一把逮住，然后莉安娜小哎小脚一掀，居然被防住了。哇，这个居然被预判到了。现在 CD 落地追加，一把逮住，一个必杀结束，还是要杀到八神啊！双方不打第五场绝对不痛快。第五场看八神月拿手好戏再次登场，来看怎么办啊？看这一次能不能撑住莉安娜的狂压。哎，八神现在能不能开启反压制？他失误了，八神下盘一点重手直接连上抓截，但是还被一个半月斩强反掉，然后落地追加摔。哎，前跑下跳 C， 对手大招重，八神重爪一挠直接连上。葵花抓截，葵花再接幸运音，落地给他一个八只女，相当刺激。崩一下，十八连之后地波消风一把再抓，哎，天堂之眼继续炸。二十一连，葵花一个幸运音，落地给他一个八只女，八神月成功超神。大家喜欢来一波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